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丁老师课堂。下面我们学习枫树上的喜鹊。第一个字念枫，它的韵母是后鼻韵母 ng。枫，我们不要读成了风就不对了。枫。首先了解本课的学习目标：一、会认写本课的重点生字词，这是本课的学习重点。二、默读课文，理解课文内容，知道文中我喜欢的是什么，这也是本课的学习重点。三、培养想象力，试着与喜鹊对话，树立保护鸟的意识，这是本课的学习难点。生字乐园，我会写，你们会写吗？第一个字是伞。它的声母是平舌音 s，韵母是前鼻韵母 an。伞可以组词伞把，这个把是多音字，还念把，一把伞的把，雨伞。请小朋友们观察一下"伞"字怎么去把它写好。先是一个舒展的人字头，然后写点撇横，最后呢压竖中线写一个竖。我们一起来写"伞"字。第二个字是整体认读音节"姨"，"姨"可以组词"姨妈"，也可以组词"阿姨"。好，写"姨"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先是女字旁，撇点撇横，这个"横"不出头了，因为做偏旁。右边呢，先写横，再写横折，注意这个是两笔，写完横折再写横。下面是竖，竖我们压竖中线，竖折折钩，这个第一个折折到横中线上，折钩，然后再写长长的撇，最后舒展的捺。我们一起来写这个"怡"字。第三个字是"弟"，可以组词兄弟、弟弟。好，写"弟"字的时候，你们发现没有？这一部分其实和我们这个"姨"这一部分很像，不过写的比它大。那我们先写一个倒八头，再写横折、横、竖折、折钩。同样的这一折，我们折到横中线上，竖压竖中线，撇。请小朋友们和宁老师一起写。地字，这个字念便，它可以组词方便、轻便。你们知道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吗？它念便，便宜的便。好，便字就是单人旁加一个更加的更，先写横，再写一个日。然后写撇，写捺，其实这个更加的更呢，它也是个多音字，就是三更半夜的更。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写这个便字。这个字念教，它可以组词教书、教学。除了念教，小朋友。你知道这个字还念什么吗？对，念教、教室、教师。好，我们写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左边是一个孝顺的孝，先写一个土，再写撇，一个子，子的横我们变为提。右边是一个反文旁，撇横，先撇再后捺。请小朋友们和宁老师一起写这个教字。这个字念"游"，可以组词游玩、上游。我们在写"游"字的时候注意什么呢？先写三点水，再写一个方。方字的笔顺是点横、横折钩、撇。注意写方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超过竖中线。
右边啊是很多小朋友都会出错的地方，很多小朋友以为是反文旁，其实不是的。右上方是撇横，下面是一个子字。那么我们怎么记住它是子呢？就记住儿子去游泳吧，这样你就不会写成反文旁了。儿子去游泳，右下方是一个子字。请小朋友们和宁老师一起来写游。这个字是戏，也就是游戏的戏，还可以组词马戏。它是先写右字旁横撇点，右边是一个鸽子，横斜勾撇点。这个斜勾呢，我们从竖中线起笔，要写舒展。一起来写一写戏字。这个字念母，可以组词父母，也可以组母子。我们来看看母字怎么写，竖折写的大大的，横折勾，然后写点，点我们落笔落在竖中线上，横横从横中线起笔往上倾斜点。好，请小朋友们一起来写母字。我会认，你们会认吗？渡，渡船。音，韵母是前鼻韵母音，音，树音。蔽，遮蔽。称，声母是翘舌音吃，韵母是后鼻韵母嗯，称，撑船。拼，它的韵母是前鼻韵母音，拼，拼凑。刚，韵母是后鼻韵母 ang， 山冈。懂，懂事。按，按是零声母音节，是前鼻韵母按，书按。我们来学习课文。我们村的渡口旁有一棵枫树，我很喜欢它，它好像一把很大又很高的绿色太阳伞，一直打开着，它的绿荫遮蔽了村里的渡口。枫树上有一个喜鹊的窝，我喜欢极了。绿色太阳伞，这里呢，把大树比喻成一把很大又很高的绿色太阳伞，生动具体地写出了枫树的颜色，绿色的和形状像伞一样的形状。喜欢，我喜欢极了，明确表现出我对枫树上的喜鹊窝的喜爱，点明了主题。好，我们一起啊来读一读，把这棵枫树的样子以及我对喜鹊窝的喜爱都读出来。我们村的渡口旁有一棵枫树，我很喜欢它，它好像一把很大又很高的绿色太阳伞，一直打开着，它的绿荫遮蔽了村里的渡口。枫树上有一个喜鹊的窝，我喜欢极了。是的，我喜欢站在枫树下抬头看喜鹊的窝，我常常觉得喜鹊会跟我说话，我像童话书里那样在心中称呼它喜鹊阿姨。喜欢，喜鹊阿姨。我在心中称喜鹊为阿姨，觉得喜鹊阿姨会跟自己说话，表现出我的富于幻想及喜欢喜鹊的程度很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读出啊我对喜鹊的幻想以及对它的喜欢，好不好？是的，我喜欢站在枫树下抬头看喜鹊的窝，我常常觉得喜鹊会跟我说话，
我像童话书里那样，在心中称呼她喜鹊阿姨。我真是喜欢极了。上个星期天早上，我正要撑着渡船到对岸的树林里去打柴，发现喜鹊阿姨的鸟窝里有6只小喜鹊了。我真是喜欢极了。6只小喜鹊写出了我的观察细致。我真是像童话书里那样，在心中称呼他们喜鹊弟弟。好，这里呢，请小朋友们啊，把我对这个喜鹊的喜欢，我们再把它读得更充沛一些。我真是喜欢极了。上个星期天早上，我正要撑着渡船到对岸的树林里去打柴，发现喜鹊阿姨的鸟窝里有6只小喜鹊了。我真是像童话书里那样，在心中称呼他们喜鹊弟弟。从那天起，我一有空便来到渡口边，站在枫树下看望我的喜鹊弟弟。喜鹊弟弟长得真快，好极了。我看见喜鹊阿姨站在窝边，一会儿教喜鹊弟弟唱歌，一会儿教他们做游戏，一会儿教他们学自己发明的拼音字母。一会儿教喜鹊弟弟唱歌，一会儿教他们做游戏，一会儿教他们学自己发明的拼音字母。表现了喜鹊阿姨的忙碌，也从侧面表现出我观察的认真和对喜鹊的喜爱。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呀，就读出我对喜鹊的喜爱以及喜鹊妈妈的忙碌，好不好？从那天起，我一有空便来到渡口边，站在枫树下看望我的喜鹊弟弟。喜鹊弟弟长得真快，好极了。我看见喜鹊阿姨站在窝边，一会儿教喜鹊弟弟唱歌，一会儿教他们做游戏，一会儿教他们学自己发明的拼音字母。吹吹吹，喜鹊阿姨教道，我知道这便是啊哦呃。喜鹊弟弟也跟着学吹吹吹。今天早上，太阳从渡口对岸山岗后，太阳从渡口对岸山岗后面升上来了。我看见喜鹊阿姨站在鸟窝边，指着上升的太阳问喜鹊弟弟：吹吹吹吹，吹吹吹。这是喜鹊的叫声，作者把它想象成是喜鹊阿姨在教喜鹊弟弟拼音字母。好，我们一起呀，把作者有趣的想象读出来，好不好？这里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令老师读喜鹊阿姨的声音和喜鹊弟弟的声音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同是缺缺缺，喜鹊阿姨的声音呢，我们就读得和妈妈的声音差不多。这个喜鹊弟弟很小嘛，我们就想象一下小弟弟的声音，一起来读一读。缺缺缺，喜鹊阿姨教道，我知道这便是啊哦呃。喜鹊弟弟也跟着学缺缺缺，今天早上太阳从渡口对岸山岗后面升上来了，我看见喜鹊阿姨站在鸟窝边，指着上升的太阳问喜鹊弟弟：缺缺缺缺。我懂得他问话的意思是看那是什么。喜鹊弟弟一起快乐地回答：缺缺缺缺缺缺。我懂得喜鹊弟弟很快给出了答案：妈妈，那是太阳，太阳升上来了。我真高兴啊。我懂得，我懂得，我真高兴啊。这里呢，故事结尾抒发了我对喜鹊弟弟的进步所表现出来的快乐心情。
小朋友们，这一大段描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我们继续读出作者丰富而奇妙的想象。我懂得他问话的意思是，看，那是什么？喜鹊弟弟一起快乐地回答，圈，圈圈，圈圈圈。我懂得喜鹊弟弟很快给出了答案，妈妈，那是太阳，太阳升上来了，我真高兴啊。我们下面来梳理一下本文的结构，题目叫枫树上的喜悦，它主要是想写出呢，我喜欢枫树上的喜悦。首先，我很喜欢喜鹊阿姨，然后呢，喜鹊阿姨呀，为我们带来了喜鹊弟弟。喜鹊阿姨教弟弟们唱歌、做游戏、学拼音字母、认识太阳升起。这篇课文写了，我发现村子渡口旁的枫树上有一个喜鹊窝，然后经常去观察喜鹊窝的故事，表现了我对喜鹊的喜爱之情，也表现了我富于想象的特点。喜欢，我懂得，分别在文中出现几次，表达了我什么样的感情？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喜欢出现了四次，表达了我对喜鹊的喜爱之情。我懂得出现了两次，表明了我与喜鹊阿姨和喜鹊弟弟心灵相通，我能听得懂他们的语言。练一练。一，天上的白云一会儿变成什么，一会儿变成什么，一会儿变成什么，真有趣。小朋友们，你们观察过白云吗？天上的白云一会儿变成小羊，一会儿变成小鱼，一会儿变成小兔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形状，真有趣。二，小猫钓鱼很不专心，一会儿怎么样，一会儿怎么样，一会儿怎么样，你们会填吗？小猫钓鱼很不专心，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一会儿追小兔。这篇课文写了一个孩子与喜鹊的故事，他幻想自己能听懂喜鹊的语言，表现了孩子对喜鹊的喜爱。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体会到了鸟的可爱，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应该保护鸟类，与它们和谐共处。在保护小动物方面呢，我们很多小朋友和家长都做得非常好。那么宁老师呢，希望家长和小朋友们在做到保护动物的基础上啊，我们再发挥想象力，去仔细地观察观察它们，听一听，想一想，它们可能在说些什么。我们也用自己的笔记录下我们自己的发现，以及我们丰富的想象，好不好？小朋友们加油哦，宁老师等着你们来分享。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小朋友们再见。